寝室里的鬼故事。小花，明天早上吃啥子？吃面包。哟，吃面包？我不想吃面包。三点半还在叽叽喳喳的，哪那么多龙门阵来摆哟？你们晓不晓得我们学校有个诡异的事情？啥说啥说，我想听我想听。哎呀，小声点，不要耽误我看书。我们那个学校以前是个坟场。晓得晓得，上一节学期给我讲过啥子了？我们学校后面那个小树林长得如此茂盛，是因为有……不要说了。哎呀，你好扫兴哦，氛围都没得了。好了啦，晚上不要在寝室里讲鬼故事了，否则会发生不好的事情。那不是了不是了，女生寝室就是阴气重。哎呀，想上厕所。小花小花，你可不可以上厕所？嗯，不可。班长你可不可以啊？不去，你怕什么嘛？就两步路，你走一下就可以了啦。小芬儿，你刚刚好像没有上厕所，要不要一起去啊？黑芝麻孔的黑死个种，我才不得去。我才不得去，你明天早上改嘛，我睡觉了。不上路，睡觉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痛了睡不着，好想上厕所。我不怕，我就胆大，我怕什么嘛？小心上厕所，下面有只生物。再说。